王九郎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我们俩呢，之前也来过包头，对，但是头一次在包钢演出啊，这剧场头一回来。大家伙对我们这个相声演员都比较了解啊，哎，都熟着呢，尤其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，嗯，啊，有的知道，就其实呢，今天主题是什么？今天主题叫什么？过去的我，哎，都得点题啊。其实过去这些相声演员有的很多都不是说相声的，哦，都从事过别的工作啊。你拿这个岳云鹏来说，主持人，岳师哥，原来是面馆的呀。哦，就炸酱面馆服务员。对呀，孙越，嗯，这养大象的呀，饲养员，对不对？张鹤伦，张鹤伦烤羊肉串的呀，烧烤啊。我之前就不一样，我之前干什么的？啊，我之前就是也确实什么都干过，但是唯独我跟相声干的有关联。哦，也是这个艺术行业。比如说你，嗯啊，学过唱歌，学过跳舞，哇啊，还学过影视表演。哦，这多才多艺啊。都学过呀。哦哦，人家过去来说我就研究唱歌啊，而且我来了之后，来包头之后，嗯，我发现我有一个朋友在包头。哦，这儿曾毅毅哥。哦，那个凤凰传奇那个组合。有一个事儿我一直是我的未解之谜，看我研究这么多歌，这个歌我解释不了。跟他有关系？有关系。哦，就是他们的歌。他什么歌？那个歌怎么唱来着？啊，流下来那个歌。哦，最炫民族风。对，流下来。我们唱，我给你唱几句啊！啊，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，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，留下来，永远的唱着最炫的民族风，是整片天空最美的期待，留下来。你留那玩意儿干什么？对，人家留什么了？期待呀。对，还是天空最美的期待。人家多难说留期待了，人家这多最美的期待留下，你多恶心，你谁多大岁数了还留期待？那期待生下来不就得剪了吗？对不对？那你看哪个大哥还这有期待？你有吗？我没有，我没有期待啊，我期待跟那逗哏呢，我期待。我听说过，像话吗？这都没有人留期待的，对不对？对歌曲有研究，而且我你别看歌曲啊，后来啊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学表演了。哦，影视系，哦哟，霍霍影视，声台形表咱都学，而且我对这个影视有研究。怎么啊？不光研究什么电影电视剧，我都看，哦，都得研究，都得看。不光研究内容，从名上面就有研究。名字有什么可研究？研究太多了，我跟你说，这名字我发现加一个字儿意思就不一样。哦，字儿换了意思不一样。比如有一个什么那个美国队长，美国大队长，对。你这个大字是不是就不一样？加一大字儿干嘛、啊？还有吗？变形金刚，变形金刚钻。对，这金刚钻不太结实。这挺哏儿的，加一个字儿，毁一种意境。还有一个什么什么、啊、无间道，无间道士。对，你加个士就不一样。还有道士这里头。再说一个，哎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，不要和陌生人。说瞎话，对，对这都有研究。现在就不也不是研究这个阶段，现在已经开始，咱是成熟演员了，哦，对不对？现在开始拍戏了，嗯，拍戏最近拉了一个大投资，嚯，准备拍一出，哦，您买这盘子，比较不错的戏，哦，啊，拉了1亿的投资，什么类型吧？玄幻，对，什么戏呀？愚公移山，哎呦。说能热闹半天，自编自导自演，我自编自导自演，全是我来。怎么不累死你呢？怎么不累死我呀？全您一人来，我自己写的呀。哦，自己编剧。愚公移山没听过吧？大伙儿都没听过吧？这不我自己写的编剧啊，这都你知道吗？大伙都知道这故事啊。铺这么些才进腿子，我觉得他这按点儿应该都多一半了啊。现在我这盘子已经码好了，知道吗？嗯嗯，码好了，1亿的项目，我。现在就缺一个演员，智叟，智叟这演员不好找。我找于老师，这于谦于老师，我说让演智叟，于老师婉拒我。啊，怎么说的？说最近不能喝酒了。哦，这都不挨着，这都啊。我就这么想的啊。如果有人愿意演这智叟，我给他股份。对。哦，不拿这片酬，拿股份。股份。哎呦，这。能给多少百分比啊？这个1%，
明天等一会儿吧，1%不少了，没人演了，一个字儿1%啊，说一个字儿1%，说两个字儿2%，那是不少了，这个对吧？按字儿算呀，哎，他要说100个字儿，怎么样？我全给他，哎，我白玩不完了吗？我也不知道找谁演，反正是个男的就行吧，对不对？男二嘛。就钱在这摆着呢，咱也不缺钱，1亿。哎，哥，谁来都行，是不是？孟哥啊，你刚才说这符合什么条件就行？是男的就行。哎，您看我行吗？你是对自己不太自信吗？不是，什么叫你行了？你看我符合这角色，你愿意演吗？我当然，我不是帮您这忙吗？你要愿意演，那就太好了。啊，那太好了，那我愿意呀。你愿意，那你就来这制走。我来制走啊，不是，我也是，就是那个多少字儿，我自己说，然后自己跟于老师一个价。哥，那我画个密，随便说。不是您不知道我外号吗？啊，我杨幂。杨幂有长这模样的吗？不是，就是杨九郎画密。杨幂，别糟你杨幂了，你快。杨就是啊，你说多少话？给多少钱？这就我也是这条件是吧？你随便发挥，而且还不关演制作，啊？你还得演多个角色，我还是去谁呀、啊？你演谁都是这钱，你想演谁演谁。这么多角色，我跟组了算是吧？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男一号你得给我愚公，对对不对？对，您是愚公，我知道。对呀、啊，我是那制作，然后后面别的角还都是我。为什么咱就一个人那么多工作呢？因为确实这个组啊现在就是比较缺人。所以你看我忙不过来，我得导演，是对对对，我还得编剧，不放心，我还得演男一。是你像什么服装啊、道具啊、灯杆都得我来，对不对？哥，还有送盒饭什么的。哥，您是拍戏，您是减肥呀、啊？您这我就不是减肥，主要这组现在就咱俩。啊，多大了？这铺的太多了。给孟鹤堂画一段，没日子说了，这是。咱试回戏怎么样？还试试戏呀、啊？多新鲜，咱得试试啊！哎，你怕不放心啊？万一呢？是，对，我来。那咱分分角色啊，你来制作，我来愚公。对，您男一。你得先演一别的。我先演一别的。你先演一个王屋和太行，好不好？我演山，是吧？对。我不是狗精，我就是山精，是不是我？不是山精，就是单纯的山。我就演山，那不是山没词儿啊，山是没词儿，后边智叟有词儿，别的角色也有词儿啊。那山我不杨幂吗？我不是我，你后头幂去啊。行，那行，那试试行不行？行，演个山，那就来了，你就演山，好不好？我就演愚公啊，你看我这愚公像不像啊？那我来山是吧？你来山，来愚公是吧？哦，山怎么演？词儿在后头呢，记住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哎，一山一山。哎，这王屋太行，我一看他就来气。老婆子，老婆子，你们都想挣这钱是不是？老婆子，老婆子，老头子，你回来了啊！老头子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哎呦，这王屋太行实在是太可气了，就这两座大山搬不完呐，搬我自己一人搬不完。啊，你一人搬不搬？儿子，快！你看你爸爸回来了。哦，爸爸，爸爸，我回。哦，爸爸，爸爸，你怎么回来这么晚？明天咱们一大家子都去搬山，好不好？啊，爷爷，爷爷，我搬。怎么那么些学儿这里头？我跟爷爷搬。你看看我孙子啊，孙子知道跟我搬山。哟，公公婆婆，我跟您去呀，以后这饭都我给您做好不好？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也去搬山。那大家一块儿其乐融融搬山多好啊！哎，老头子，咱们一块儿搬山呢。好，太好了。朋友，塞话呀，塞话呀！啊，一个字1%股份，塞呀，往里头。怎么了这儿？我这儿说话呀，我这儿都塞不进去，知道吗？我，对不对？你不想挣钱，你跟钱有仇是不是？我有什么仇？我塞呀，你想累死我呀？您但凡画缝里有一小缝，我就能塞进去，知道吗？这些角色您谁都能来，不行吧？这怎么有那么些角儿？这里头我这都晒黑了，我这都。你想累死我？你这么着啊？后边智叟马上出来，就是啊，好吧？有正戏吧？咱看智叟的，来吧。
哎妈，咱们搬山去吧。搬山。这会儿打远处来了一老头，这老头拄一拐棍，一看是谁呀、啊？这不是智叟来了吗？智叟走到个老头跟前，智叟就跟愚公说了：“哎，愚公，愚公，别吵了，我是智叟，我才是智叟。”哟，兄弟，我给忘了。那这样吧，我觉得这样挺好的。智叟还是我演，你呀、啊，还是演那大山吧。去吧。